身后这是防忽悠热线啊，有一部电话。待会儿呢，我们的胖子过去接电话，看看是找我们四位嘉宾哪一位的。对，啊，里边是暗藏玄机。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好多的秘密跟其中的某一位去讲一讲。没错，他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忽悠。大伙儿火眼金睛，看看能不能够找得到他。胖子，上班吧，来吧。嘞，电话亭后面去啊，看看我们的电话响没响。Hello， 哎，外国人的电话。您找哪位？好嘞，一号嘉宾请出列。找我们的一号嘉宾周旭峰来接电话。你的电话。嗯，看看说的是什么。喂，一号嘉宾你好。你好，初次来到节目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好。哦，问的什么了？这是平时你的朋友是不是都不太信任你？很信任。很信任。嗯，你就是我们今天的，接下来你要听话。啊，很镇静，相当的淡定，人除了淡定一无是处啊。好，挂电话了。挂了，哼，电话又响了啊。Hello 啊，找谁呀？不要总说方言啊。啊，找二号，二号请出列。来，王宝宝。哎，来了。我要进去吗？对，你要进去。好。二号嘉宾你好。喂。你最喜欢的相声演员是谁？你留什么电话亭子，别躺下啊。您说什么？你最喜欢的相声演员是谁？郭哥哥呀。没我的事儿，这里头啊。你昨天晚上是几点睡的？凌晨哎十二点。我是清白的，各位。双人床啊。还双人床啊。你就是我们今天的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完了这就啊，凌晨有我，哎，有双人床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，嗯，说想就想。找哪位？找周润发。没在，刘德华在呢。哎，我在这儿呢。啊，在呢。刘德华不是啊。哦，不是。找谁？好嘞，找三号杨宇，请出列。哎，有请杨宇。喂，您走啥呀？外国人都在我们这儿了啊。怎么，你愿意当大忽悠吗？我愿意。你就是我们今天的。揍死我，我知道。不是他病啊，我怎么说啊？哦，没办法。祝你健康，祝你健康。哦，真响了。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，找四号。四号，请出列。来，我是吗？嗯，林哥。哎。Hello， 雷猴。哎，广东人，雷猴啊。请问台上所有的男人谁最帅？都挺帅的。他是夸我呢，嗯。杨宇。谁更帅告诉我。郭德纲。嗯，说到我了。你就是我们今天的，接下来请听好。没有胖子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完了，完了。哎，这个很奇怪呀，啊，这个啊，提了我的名字，提了杨宇的名字是吧？你心里都明白了吗？四位都接过电话，心里都明白了。嗯，好，除了你们四个明白，全世界其他人全不明白。嗯，那不要紧的，来进入我们下一个游戏环节，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